理事长，那像这个发现这个潜水艇的地方啊，那大概是哪个水域这样子？水域应该是啊，龙土湾。按平湖遮遮遐拖网的啊，发现的款啊，拖小管，因为即阵拢拖小管的季节安尼啦，爱看到应该是还好诶，潜水艇是较少，啊因的军事船是较侪，较正常的看到安，啊佫较侪就是因的像迄安尼巡逻迄种的，伊即摆进渔区安大为顺安，就是几乎就是拢安尼咧。拢会出在巡护啊，因。对咱市民来讲是无啥物影响啊，因为咱按时阵也无武器，也无炸药，也无伊个话，也无啥物对因有啥物威胁啊，炸药啊，是啊，是讲也是讲市民也是为着安全，也是尽量避开啊，较安全啊，啦，呼吁市民平流啊，尽量避开啊，啦，哎呀。啊！若是像咱伫遮作业，不是拄到因迄巡护船吼，要安那迄回？我伊迄你也莫伫伊个领海以内，伊也是袂去搞干扰。啊，上加上你也伫领海以内，伊是搞广播叫做驱离安尼啊，只有讲驱离啊，劝导驱离安尼啦。因为咱恁若看到伊也毋敢作业安尼，都是伊领海以外安尼，哎呀，尽量避开安尼啊。